冬天精子质量好，1211成人高。各位如果想生细路仔，就要好好把握啦。因为根据英国最大网上性玩具商店 Love Honey 统计，全国最多人是在9月16号出世，数翻每个 BB 要拖40个礼拜，即是之前一年的12月11号，就是最多情侣做人成功的日子啦。如果你 miss 咗呢一日，唔紧要，因为成个12月都系做人旺月，全英国有 9% 嘅 BB 系呢个月做出嚟噶。科学家话，精子嘅 quality 喺寒冷天气之下会高啲，加上冬天有 Christmas 有新年，开完 party 大家 happy， 做爱都多过平时啊。